不如你其他半日钱。哎，我才跑个。那熟悉的小菜馆出街啦，哪里有你啊？我就来找老家这里。咱台湾就是很好，咱起码虽然是要退缩，但是咱的环境有这个，咱的阳光有这个，咱用环境为名呀，就是欢乐的家嘛。因为外口要追求物件，因为咱的心无离着，所以咱一直加、一直加、一直加，随着你自己的成长，你的烦恼愈来愈多，变得加。但是咱若表面话袂讲，咱就袂受咱的真实的要求，咱是干嘛？一直加、一直加、一直加，所以咱的脾气毛病，咱一看歹习惯，嘛拢嘛。所以在咱人生中，咱要追求欲望是用钱换，在咱修行上头是用钱换，但咱把一定甲扫除掉，一定甲扔掉。所以咱在咱的修行上头，上头是做咩啥？把咱的无啊无好的，咱的本来好甲捞掉，捞回落倒转来，甲把来消掉，叫做剪掉、剪掉、剪掉啦吼。所以。未情生恶，随生恶；生恶之后，恶是顺。表在心里，相承认方知恶，暗暗无明都是顺。其实，咱看了细细，咱也了出三个重点：你妈妈怀胎十个月，阿未哇一声的时阵，阿未生出来的时阵，请问啥人是我？迄个人。哇，爱叫做啥？当然不知，一团死人，伊无命数。所以你敢知影？咱老祖伫迄个《清净经》来讲，哦，伊人讲大地百地无情，哦，大地无形，心中天地大德无尽，无量无边，大德无明，永永无满足。我不知我。用甲好落去尔吼，即嘛比如讲，着较是完成了。是我生出来时阵，阮爸爸姓王嘛，所以我是生，所以甲我好一点，叫做完成了。那即摆明年去台北，三工，三明年啊，咱着较着出来去四界拜访着亲，然后着去问车顶去王振赫。王振赫的由来就伫倒来啦，因咱遐47年前6月20日出世，然后迄阵拄啊是拄着83炮战，金嘛，第二发枪嘛，用炸弹安尼一直换一直换，迄个当下咱是两个国家嘛，两个国宝，两个政府，所以把。两个进步，两个国宝，所以叫做王振赫了，代表了个记载的历史呢。啊、哦，那么阮弟弟叫做王振赫，伊49年生，啊、哦，为什么叫做王振赫？伊讲伊嘛，这个国家是当真正爱的。那么阮生的50岁，王振赫，伊讲伊嘛，另外面国是当强大，啊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他是当艺术呢，啊、哦，啊，所以咱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伊啊，生来时阵迄个意义。